二柱相忏，三主二是相忏，二指是慧可，慧可祖师，二是神光祖师，二叫慧可，智慧慧可以的可，慧可祖师，就是所谓的神光祖师，神光神光。中国禅宗二祖慧可慧可祖师就是神光祖师，又名神光祖师。慧可，慧是智慧的慧，可以的可，慧可祖师就是神光祖师，可以网络搜寻的慧可，智慧的慧，可以的可，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神光祖师。三世三忏，三忏祖师也有叫普安呢，普安祖师啊，普安祖师啊，那是禅宗第三代祖师的普安祖师，普安祖师的三祖三忏的祖师，三忏祖师。湖北省武汉的湖，武汉附近的，是五十六岁啊，忘记了，二十四岁了，传法三十七了，传法在猎人队十四年了，二十四加十四，三十八，他传法三十七了，忘了，可以网络搜索。十四岁告别母亲了，又给母亲安家会，然后他到湖北黄龙东禅寺要拜五祖弘忍大师。这个过程说好像有到潮汐也到，那广
广东北部那个潮州的附近那个潮汐宝林寺那边好像可能有待了两年还是多久，然后再往北到湖北东禅寺，在五祖弘忍大师东禅寺那边说八个月，然后得了祖师的衣钵，然后再又被追杀了，逃到猎人队，在广州附近猎人队。猎人队是在哪里忘记？淮济还是哪里？我忘记。猎人队隐遁14年，后来才在广州火星寺出来。印光祖师，不是叫什么祖师，忘记了。什么祖师啊？广州火星寺。要讲到洪欢公案了。忘记了什么祖师来拜他了，然后开始弘法，弘法37年了。70几年，可以网络再搜寻啊，有的模糊，有的印象模糊，都在网络搜寻。白衣哦，不是制衣啊，这个字写错了。白衣，白色的衣服，白衣就是平民了。白衣祖居士，可以网络搜寻了。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就是白衣居士，白色的衣服。马关人。
正法眼藏是藏，读作藏，不是藏哦，是藏。正法眼藏，看看正法，正法眼藏，正法眼藏，读作藏。原来2023年1月份看到了网络影片 ，YouTube 的影片，道歌善歌，无上殊胜，无上殊胜，有慈莲菩萨，慈保持的慈，受持的持，莲花的莲，慈莲菩萨的圣训里面有讲到正法常远，正法常远，所以念作常，念作常就是正确的。正法，正法，正法眼常，念作常才是对，不是障，不是法眼障，是正法眼常。因为2023年1月，在那个网络 YouTube 影片《道歌善歌》上歌无上殊胜，有慈莲菩萨，慈手拿的慈，保持的慈，莲花的莲，慈莲菩萨的圣训也提到正法常眼，正法常眼常读作常，这是正眼，这就是正眼，正法眼常，不是法眼障。
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字哦？谁真假？谁真假？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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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师长新年好，点传师新年好，各位前贤新年好，哦，恭喜恭喜恭喜，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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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秘书长，感谢秘书长。
念念佛法门。好，哎呀，从红药边了进去哦，原来有乾坤轮番啊。先到后面的那个分分层找的。献花啊，要献花。献花供奉一次。献花供奉。献花供奉一次啊。哦，恭喜恭喜！哦，供花供花要供花，供花，还有64块九十线七十针，来越南道亲了，越南道亲，越南人，越南道亲，越南道亲，哦，越南道亲，越南人来求道呢，来义和圣堂，越南人啊。越南人，越南人啊，哦，越南道歉，供花供花，啊，供花供花啊，祈祷祈祷。随缘故事，随缘随缘。供花供花，哦，和越南人来供花供花，越南人供花。啊，在楼下，在地下室那边。
道，求道。哦，好，一男人都来求道。哎，红毯拜拜，结善缘。哇，好好好。呵呵呵。哇。嗯。你好，你好，马讲师优秀，马讲师优秀，新年好，新年好，怎么这么大了，长这么高了，真好，真好，nice to see you, you are very happy and good, 黑老师 and happy and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welcome, welcome, 马讲师。印度道亲，哈哈，印度道亲，你看，小孩子长大了，印度道亲啊，先生在成功大学，在成功大学，游戏，马讲师带来了。越南道亲，越南道亲，越南道亲，浅显的越南道亲，越南道亲，浅显啊，点传师优秀优秀，啊，点传师优秀，啊，教会拜礼，优秀优秀，奏一鞠躬。来参加去，回要走要参加哦，很多越南，好多越南人呢，越南人啊，还刚刚还看到印度人，印度人。
先天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哦，那个顺序走半边，逆时针，乾兑离震，右半边顺时针，巽坎艮坤，啊，周温，周温暖先天，啊，呼吸室，呼吸室先天八卦，周温暖的后天八卦哈，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还可以在网络搜寻研究。六十四太祖师姓，神明山庄女儿圣堂。大成至圣先师文仙王文仙。至圣先师文仙王，文仙王，言乃圣人。曾子宗姓，祖宗的宗，宗姓。
郑华演唱来独奏唱，因为2023年1月在 YouTube 影片看到善歌道歌慈莲菩萨慈，是受持的慈，修持的慈，莲花的莲，慈莲菩萨上身，有提到郑华常演，郑华常演要名师指点才知道哦，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郑华常演，所以郑华演唱应该读作唱，不是藏哦，因为有的法师念作藏，所以现在定正郑华演唱读作唱，参考慈莲菩萨，慈莲菩萨的圣训，郑华常演，常演，所以郑华演唱，到歌唱出来的声音就是郑华常演，郑华常演。道歌善歌叫做无上殊胜，网络搜寻无上殊胜，歌词里面就有正法常演，所以应该是根据这个正法演唱，所以应该念作唱正法演唱。正法演唱，正法演唱念作唱啊唱。内凡妙心实相无相，无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佛佛会加设。正华演唱啊，正华演唱，护众弥陀如来。在道统云师像，从胡须寺一直到那个张天南云师孙师母，七十尊祖师的像，还有家释迦牟尼佛像、观世音菩萨像，很庄严，很庄严。神岩山庄一儿圣堂。这是带道统名师像，这个八卦是先天八卦，左半边是逆时针，前对离震，右半边顺时针，巽坎艮坤，上乾下坤，天地相对，左上边对为震，右下边艮木往为伤坤。哎，正两椅，来正威里，正威里，更入人的是三，更入人的是三，正两椅威里啊，正两椅威里，更入人的三，我们以中间为准啊，向外看，啊，所以是上巽下兑，离中心正两椅，那。啊，对上缺了，对上缺，左上角那个是对上缺，右上方一点钟方向呢，巽下兑，巽坎艮坤艮复，以中心中央为中心来看。这是先天八卦，左半边逆时针，前对离震，右半边顺时针，巽坎艮坤，左半边逆时针，前对离震，右半边顺时针，巽坎艮坤。胡须是先天八卦，胡须是先天八卦，胡须是先天八卦，胡须画八卦。道统祖师第一站。
笔字呢，先我写的墨宝呢，要盖这个立和盛唐字，哦，这初期赠送的呢，诚心啊，诚心啊，有诚心才能盛唐盖成功啊。
是就小赚小赚。然后仙罗，仙罗写的字你常心，罗罗师尊写的字，济公罗罗师尊写的字你常心，恭请二位，恭请恭请。正中央开始，明明上帝，来右边，算了第二行，无量清虚，左边是道士，第二行，至尊至圣，来右边，第一行，三界十方，最左边万灵真宰，正中央，然后来右边，来左边，然后来右边，然后最左边。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我们佛性的老母亲，佛龛的字是正中央开始，然后右边、左边、右边、左边。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然后佛像中正中央弥勒祖师像，弥勒佛的形象，然后右边观世音菩萨像，也有什么背后菩萨像，看来好像是观世音菩萨像，左边是济公活佛，济公活佛像，弥勒祖师，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活佛，也有说背后菩萨济公活佛。忘记人欲行天道，那应该还有个孔子，他愿意帮他背，然后那些孔孟圣道。孔子自上先生为先，孔传心法成自圣，孔传心法成自圣。然后另外一块匾是忘记人欲。行天道，哦，孟子记仁义，行天道。老佛是以前的顶禅师，你看，二周茂秋顶禅师是现在周前有的部分，有所有所，哦，用毛笔字写《心经》啊，要修一下。哦，变庭园了，临时佛堂。变成庭园了，以前临时佛堂，先有临时佛堂，然后盖就这一栋大楼，一而上很大楼。然后你看，中华民国111年底把它整理的，现在112年1月份，1月12号农历大年初一了。哦，你看这个变成那个庭园了，种韩国草。散步哦，义和圣堂东边的本来是临时佛堂，80年代就成立临时佛堂，然后盖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义和圣堂大楼，91年落成边，现在112年一月，那这样子可能111年下半年整理的，拆掉那个旧的临时佛堂，80多年建的临时佛堂，然后铺上韩国草，变成庭园了。种那个树，农柏，漂亮。本来是桃花心木很高的，现在这样子，哦，比较轻松，公轻松，可以，散步了哈，打太极拳啊，活动的地方啊，好棒好棒哦，这边就是佛堂。哦，正殿，你们算正殿。正殿，三殿，
初一的天气很好，那很多人来拜年了。那还有六十四代祖师像接合一式，哦，还有越南人，很多越南人可能来工厂，来台湾找工作了，在工厂上班了，都来求道来献花供。91年的义和圣堂落成典礼，好美好美的，就是这次就是，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可以这么亮的。哦，好啊，照顾得这么好啊，好亮好亮，好好看啊，哦，好好看，哦，好棒好棒啊，好亮好亮，好好看啊，好美好美啊，好棒啊，好棒哦、啊、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农历大年初一哦。慈心田弥勒园菲律宾道亲捐款新建的呢，圣堂落成于1991年。河图洛书呢，罗马洛神龟呢，半母图呢，哦，九龙半母图，
有指挥有点心。三月三中旅游圣堂，要多少人来帮忙整理呢？还有这么庄严，尘归那个尘归尘位，河图洛书啊，马马护身图，尘归护书啊。洛书，洛书背部上有点，那个叫神龟护书，东边那个是龙马护图，看一下中和图洛书，学易经就知道了，学易经就知道了。龟玄武，老马跟玄武神龟，跟河图洛书有关。哦，你看，你看，哦，直心自明了，哦，好好，哦，好倒霉，哈哈，你好，你好，哦，哦。优秀优秀啊！哦，这都很美，哦，这花也都好美哦，这是。哇，这花好美好美。要细心的感受那个美好。呵呵呵，好呀，哦，哇，团圆呐，哇，团圆呵，哦。感受美好啊，哦，哦，好棒哦，哦，好棒哦，哦，好棒哦，空间呢、啊，好像很棒，没有种龙柏了。以前的桃花心木好高，比较阴暗，现在这样比较亮了。哦，好棒哦，在平原有那种可以散步啊、打圈啊、哦、欣赏啊，舒爽的感觉。哦，这边，蛇仙殿。边平时